巴哈拉米外线出手没进，抓对抓篮板。这个球前面给，有机会快攻得分。三四二八，林志杰外线拔起来出手也进，回进一个也送。高调给篮底下，在篮筐附近他就有办法扣进。哦，外线回进一个，外线拔起来，这个球踩在线上出手没有进，拨出来，中华队有机会拿到，然后拿下来了，前面快攻机会，收球到篮底下追平了，这球收球往外给，再交给李学林，中间给林志杰，后面是哈达迪，所以带出来。外线拔起来跳投出手进，林志杰也是接下来比赛张忠宪打出更好的篮球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外线要对，林志杰切入到篮底下空了，转身进，回进一个，林志杰在篮底下得分。